至于另一位高嘉瑜遭到男友林炳书的施暴，现在林炳书呢已经被收押起来了。那么羁押的第二天呢，在所内看诊，他领药服用，作息情绪都是正常，但是话已经是变少了。但很多疑点还是要厘清，尤其呢要查清楚的是有没有可疑人士进出这个在板桥富都饭店他所住的1208号房呢？那么警方在凌晨2点的时候呢，回到富都饭店要调监视器，怎么这么巧就刚好撞见一男一女要进去林炳书的房间帮忙收东西，所以原警呢不敢大意哦，那立刻申请了这个搜索票呢，进到房间内来搜索，结果找到的是什么？是高嘉瑜的自白书，但是还是没有找到这个关键的白色豆腐头。好，当时呢高嘉瑜所看见的是白色豆腐头，但是呢在检方的证物里面呢，警方所搜出来的是黑色的豆腐头，所以到底是不是证物被调包了呢？好，那这对男女又是谁呢？那么主要就是那么这位林男呢，当时在房间里他被拘提的时候，在旁边的那一位护士长发女士，那么她的姐姐跟弟弟，他们是说是受托来收拾东西，也结清租屋的尾款。好，但是呢对于警方要调查呢不太愿意配合，那因为怕他这个湮灭隐匿伪造证据，所以呢警方把他带回讯问，通通列为关系人。高嘉瑜遭到施暴案件现在持续延烧，警方在3号凌晨也回到林炳书长期居住的富都饭店来调监视器，没想到竟然发现有一男一女在林炳书房间内帮忙收拾东西。人都已经进了看守所，还能找人来收东西？警方立刻查扣相关物证，也疑似在房内找到高嘉瑜的自白书、林炳书母亲的讣文，还有小马在告别室发的8张传单，但关键的白色豆腐头就是不见踪影。高嘉瑜嘛，我问了。回顾整起事件，林炳书被拘提当下，旁边还有一名31岁无姓女子，被他要求帮忙付50000元房钱，让外界怀疑两人关系并不单纯。而这次在房间内帮忙收东西的，疑似就是无姓女子的姐姐跟弟弟。我们是以关系人哈，也其实也就是用证人的方式哈，来做一个询问的一个动作。有他长进的很多啊，当然有啊。多次面对媒体镜头承认有私密照，还不忘反咬高嘉瑜。检察官认为林炳书犯罪嫌疑重大，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林炳书现在就在台北看守所，和一名诈欺犯一起住在中山社，也因为这里面曾经住过前总统陈水扁、女婿赵建明、行政院前秘书长林义士，还有副少李宗瑞，因此也被称为是名人套房。进入台北看守所第二天，林炳书早餐吃米浆馒头配果酱，中午有狮子头、鱿鱼羹和一菜一汤。看守所人员透露，林炳书都有正常饮食，但状态似乎不太好。他那个怎么可能精神会多好呢？比较爽，可能也要他的事情要做嘛哈，还看看书或是心情沉淀一下。随着案件进入司法程序，林炳书过往罪行一一曝光，这次检警也将抽丝剥茧，厘清真相。华视新闻黄明轩、林宏杰台北报道。